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掐结另外一个叫做炫炮打法，它可以用在你可以让它穿进去管子的时候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哦，做一个羊角胶，好、哦，做一个羊角胶，把它往内对折，你的管子这样穿过去，一收紧，你就得到了一个掐结 choke。